我们今天下午的贵宾准备要出场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小 S 许熙娣。出现了，现场的朋友们，热烈的掌声欢迎小 S。 小心哦！现场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次欢迎小 S 的许熙娣，同时也请我们三位男模来先跟我们的女神啊一起合照一下。小 S 要不要？我们工作人员需要 OK 吗？整理一下，来帮忙看一下，可以吗 ？OK 哈，好。现场的这个摄影的大哥大姐们，我们这个位置 OK 吗？还是需要前进一点，退后一点？OK 哈，好，来，我们先请四位先把步过去。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，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一位女神小 S 要现身说法。好，我们也请四位来，我们先从左边看起，好吧？四位的左边，来，四位的左手边开始看起。我们从蓝色衬衫这边这一位，好，黑色 T 恤这边这一位，哦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正中间，以及我们。右手边的朋友们，右手边我们稍微停格久一些些哈，右手边很多的镜头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让女神总是要单拍的时间哈，所以我们三位男模稍等一下下，来，三位男模我们在旁边稍等一下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女神要发功的时候，确认一下都 OK 哈。好，小 S 的出现，来来来，我们也请所有的现场的这个媒体朋友们，当然还包括我们贵宾朋友们，尽情的拍，把他这个相机全部直着拍、横着拍，不要忘记了。待会如果要上传的话，请帮我们 tag 一下 #manvenus#维纳斯哈。我们在今天开始，透过了我们的这个不同的预约，量身打造，为造福更多的男性朋友。来，女神右边看起，好不好？女神给我们右边的镜头，来来来。婀娜多姿，哇哇塞，来厉害了！我们接下来在右边再维持一下之后，我们看看正中间。好，待会我们也看看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话了哈。好了吗？对啊，现场的朋友们要给多一点，大家给一点尖叫声好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因为大家都在手都在用相机啦，好不好？多几个热情的回应，女生就多几个 pose 啦，好不好？来来来。等一下，咬字的部分，再来一遍。我太久没有面对媒体了。再来一遍。我是国际巨星 IPSS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uperstar 小 S。欢迎许熙娣。真的太久没有跟媒体朋友们见面，所以心里真的是还有点小紧张。真的，而且就是因为这么难得的机会，看我们今天完全爆棚，大家都不断的在等待着这个女神的降临。刚刚一进门。完全就是让我们三位男模都不知道该怎么样，这个招架不了哎。我在想，媒体朋友们可能想说，小 S 这么久没出现了，不知道她今天会是什么样的状态。对，凭良心讲，是美到爆。有没有美？有美，给我们点尖叫声好了。人家是 IBSS 开玩笑，对不对？哎，请问 IBS 四个字是？就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uperstar， 考一下嘛，考一下记忆力。不过还是一样要欢迎我们在今天能够，你刚刚就讲到了，其实跟维纳斯的合作，算一算也快要有10年的时间了，是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今天的出场，完全让我们想到的，在当年同样的是黑白相间的用色，利落的舞步，再加上推推纸三个字，对。然后当时每一支推出的广告都广受好评，就是美到不行，然后身材就是辣翻天。对，所以同样大家还是可以透过 YouTube 哈，可以回去再回去看一下。不过同时，你看在今天我们不只是女性专用的塑身衣，同时你看我们男性的 Man Venus，
要推出的时候，再一次的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女神的出现。先问一下，先问一下，过去的十年的时间当中，跟我们维纳斯的合作，哪一个自己身形的部分，你觉得让你找回最多的自信？其实那时候我，生完第一胎的时候，看到自己的身体，会觉得很挫折。想说明明孩子都生了，为什么里面感觉好像还有一个东西？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说穿上塑身衣准没错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抱着怀疑的态度，然后一穿，大概穿了一个礼拜之后脱下来，就是该扁的地方都扁了，然后该翘的地方就真的有翘起来，然后就觉得塑身衣实在是太奇妙了。而且那个时候塑身衣就是，因为它非常的紧身，因为它是为你量身打造的，所以有的时候扣子啊或什么，我就是希望老公可以帮忙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帮个忙，帮个忙，帮个手，对 ，something like that。是那时候女性的塑身衣，我觉得设计也是还蛮诱人的。真的，这个我就要问到了。其实不要讲这个，有的时候夫妻之间的情趣就是要靠一些这种小动作。那如果家里头的那一位，对不对？最亲密的家人，你说我公公吗？哎不是，对对，当然是先生啦，对不对？先生有没有在因为这段时间当中，因为看到，对不对？该拉提的有拉提，该你刚刚讲了翘起来的也翘起来了，有没有透过了这些不同的诱人的线条，哎，夫妻之间的感情，他当然会觉得说，天哪，佩佩，你身材怎么越来越好？但是我觉得我穿上塑身衣的时候，他反而更觉得充满了遐想，因为当时的塑身衣，女性塑身衣的设计是非常的合身，然后在这一块的部分呢，就是乳房是完全就是 放在外面的，所以就是每次我穿好之后，我老公都会有点就是应该像吗？我说当然没有啊，还要加一个内衣啊，只是说在那一刻的时候，他会就是觉得好像进入童，你知道梦幻世界还是什么的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时尚女生不是说假的，十年前就在开外挂，开玩笑，开外挂的感觉，没有了。但这就是女性的塑身衣的打造是这样啊、哦。然后真的是，就像小孩子每次出现都有跟我们说，要持续的特别使用它，然后带出自己身线当中女性婀娜多姿的自信的线条。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身体，就是你真的如果又真的是很懒的运动的人，真的就穿上它，就是狠狠穿个一个月，真的会觉得身材有蛮显著的改善，要找回自己对于镜子的爱。但是你千万也不能一边穿着塑身衣一边大吃大喝，那个就是我也是。哎，对，这两边的实力到底是在干什么？有点尴尬的感觉。对，就是你当然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。没错，好，那这个是女性的，因为毕竟你自己是过来人现身说法。可是刚刚今天一进门，你看看我们三位男模，来，我们三位透过了三种不同的穿搭的打扮，我们还是一样。毕竟讲到塑身衣，就是一定要先从小 S 开始问起。我们三种不同的情境，乍看之下有没有先跟我们？觉得哪一个的风格啊，会觉得比较对味的？我觉得他还蛮不错的。一号 Roger， 这一位是 Roger， 他应该算是绅士风吧？哦，对，他这个呢，我们叫做都会雅痞风。都会雅痞风，走的当然穿着的是我们的来 Roger， 我们稍微走个秀一下。哎，先问一下小 S， 请问一下都会雅痞风格，如果今天看到男生，一个这个西装外套，然后对不对脱下来是用这么样紧身线条的诠释，感觉如何？我觉得我老公应该会很想要这件衣服，因为他最近身材非常好，所以他收集了各式各样就是紧到不行的衣服，所以我觉得任何紧的衣服都不可能紧过塑身衣啊。这倒是真的吗？所以他一定会很想要穿。而且呢，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跟我帮大家就是稍微试一下，验身成果。你看这非常的难拉起来，可是又可以拉起来，这代表什么呢？这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。可是它又可以拉起来，是因为它的弹性非常的好，所以不会让你觉得穿起来很难受。对，但就是一层包覆，设计的非常的好，包覆的。我再摸嘛，我多给你一点时间啊。这个我们看到了连身及膝款式，尤其是大腿的布料啊，运用的是单层加压腰部，哎，腰部还有大腿的赘肉。通通可以，大腿啊，对，通通可以藏好好的，裤款稍微没有，它是连身款，连身的，这个叫脚踝款，脚踝款哈。所以你是因为穿的塑身衣腿才这么硬吗？练得很好。你本身也有在练是不是？本身也有在练啦，我觉得很好啊，你这样子父母一定很开心，把自己照顾好了。
照顾好自己哈。我们的这个女神有说了哈，这一号是我们的所谓的都会雅品风，感谢 Roger。来，接下来第二位是好好，是不是？好好，我们请前面一步，让我们的女神看，你现在是干嘛？真就打算要秀出什么特别的地方了吗？先让我来讲解一下，好，这个叫做街头休闲风，那穿的呢是我们铁灰，这个重点在下半身。下半身铁灰色 3D 雕塑短裤，运用的是轻棒推推纸。讲到小 S， 大家都会想到推推纸三个字，特别为了男生的款式 Man Venus， 运用的是轻棒推推纸。夏天嘛，男生嘛总是怕闷热，所以是比较轻棒的感觉，它非常轻薄，非常透气，所以你就不会觉得就是很痒或什么的。而且你穿这个塑身衣啊，去运动慢跑的时候，就是反而不会造成一些肌肉拉伤等等的，因为它等于是有点在保护你的感觉。哦，好好，请问一下，从这个视角看到我们，你看女神在这边感受一下，你感觉？讲真的，我这样跪在你下面，你不觉得？你不觉得你此生会很难忘记这个画面吗？对，烧什么好香，跟我们说一下。好，不接起来。好，所以透过了量身定做呢，也可以，这个是 3D 的雕塑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中高低腰通通都可以量身打造的短裤在下半身，哦，这是算是高腰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个，那为什么需要低腰的呢？哎，看每一个男生的用法的这个需求，因为都完全量身打造。先问问看女生，这个的尤其是腹肩的这个贴合度是还可以的吗？我觉得非常的刚好，你看我手指还是硬可以伸进去，所以代表就是非常量身打造，但是还是很有弹性。然后我只是想问你，就是它扣子那么多，你干嘛抖一下？为什么要抖？忍住，你抖什么抖啊？这个现在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你知道，你也知道做生意，他们就是扣子会很多，这样才会才紧合，才包覆住。所以这么多扣子，你这样自己扣起来会不会觉得很麻烦？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所以会请别人帮你扣吗？有的话更好。那你要猜到几颗，我帮你扣。先看第三位，好，先看第三位，来来来，第三位，这个就完全健美的风格了。这个走的是一个叫做城市健美健身风。这完全感觉就是要去健身房或者是去公园跑步那样。对，所以你看这个一脱，同样的也是线条有在练的哈，同样的也是 Man Venus 维纳斯，用的是轻棒推推纸连身及膝款，那加上了这个推推纸的脚套，大腿呢，哦，又讲到大腿了，大腿是双层布的高延展性，专业而且合身的克制化，能够激烈运。哎，对，我刚刚讲的那个保护肌肉、运动不会受伤的，其实除了那个，就是这个脚套。对，脚套的部分。因为像你，你看，你应该常常跑步吧？哎，你都跑哪一区啊？河滨公园。河滨公园，你大概都几点去跑？都傍晚的时候。傍晚哦，那傍晚人多吗？很少。所以你会穿这个，就是这叫什么啊？跑脚套。对，你会穿这个脚套去跑，是不是觉得反而隔天脚不会那么酸？对。那你刚一直拉你的那个肩带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展现什么？是这样，弹性很好。弹性很好。你需要女生帮你测试一下弹性吗？当然。啊，真的弹性很好哎。所以可见，对不对？这个不管是你要用健身的，你要这个休闲的，而且你看它背部的线，你看它背部有，这不得了，为男性设计的三条线这样子，对，应该就是会让男性的那个背部非常的挺拔。以往这都是你知道警察的制服才看得到后面这三条线，你看这一次腰间，哎，把腰部的完全没赘肉，该藏的都收得好好的，同样的也是很多的扣子啊，所以这就知道了。为什么维纳斯不多办几场记者会啊？对，多几场。我最近在家也闲的，我最近在家也闲的没事干呐，啊。对，下次用音乐季的方式来办记者会，一办办他个三天这样。三个不同的风格，问一下小 S， 哪一个是你觉得看起来最顺眼，或者是觉得啊，如果有机会很想要帮他扣子的？哇，挑选的这个眼神之锐利的，各位都没有看到，是很认真的在挑选的。我 actually 我喜欢第一位，可是我觉得你可不可以把这边头发剃干净啊？那个造型发型师我们。
对，就是他这边如果剃干净的话，就会很帅，更加分，对，更加分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的话，三位当中我是喜欢他，还是 Roger 是不是？哎 ，Roger 你真的烧好香，因为 Roger 现在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女神可以五连拍。五连拍如何？可以吗？那这个要你外套要拿着吗？你要拿着吗？还是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？这样会挡到我的身材，你懂吗？好了，那就给好帮忙拿一下来，来，这个手机给你自己跟这个我们的女神一起能够合拍的机会，那我们也麻烦这个二位啊，感受一下我们在这一次用 Man Venus 持续的发功，你看看，你看，Roger 展现出一下，对不对？自己最性感的线条哦，或者是最性感的一面表情。请问一下，现在是五拍还是十五拍还是五十拍啦？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啊，最后一张了哈。好，谢谢 Roger， 也谢谢三位啊，谢谢我们也三位稍微休息一下下，谢谢。这个到时候你可以拿去发 IG 了哈，发 IG。好，所以你看看三个不同的情境，不管是。男生要是在好动的、运动的，同样的都可以透过了 Man Venus 的这个缩声。你是用目光送的很凶哎，这个完全目送你，目不转睛。我想说跟你讲话好久还没转回来。我最近每天回家就只能看我老公搂公公啊，你让我看一下别的男人可不可以？哎，对，也那但是我这个时候套回来，我还是要帮家里头的要来问一下。刚刚看到三位型男的展演。如果自己本身会不会现在也觉得，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嘛，先生也是持续的练自己的线条啊，先生是很好，对啊，所以那他脸长得一样，所以就那还是送公公也不错，对不对？但是那如果说这样三种不同的款式，也已经有物色到一个比较实用的吗？及膝的脚踝的脚套的，因为我老公呢本身非常的绅士，嗯，他常常会参加一些就是。跟朋友吃饭比较正式的场合，所以就很适合穿那个刚刚套西装外套的。你怎么选都在选一号，没有。然后我老公又很喜欢运动，对，所以运动风的，然后还有那个脚套的都很适合实用。对，然后我公公呢，他长期一直坐在那边看股票，我觉得他可能会驼背啊或什么的，所以我也想帮我公公拿一件。对，因为男生对不对？男生刚刚我看到背部线条，其实不要看男生的这个体型真的是很重要。对啊，而且搞不好五年后公公那个塑身一脱，整个身材哇，又让我重燃欲火。我不在讲公公吗？现在是没有啦，我说我婆婆会对他重燃欲火。婆婆，不错，你的好媳妇就是这样，这个透过了维纳斯的这个塑身衣，自己女性的穿戴，然后。男生你看同样的也可以双向的，而且我觉得男性现在的设计更棒，就是完全可以外穿，不会觉得怪，加一个这个吊带反而让你觉得反而是一个很有型的展现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让小 S 来到现场跟我们现身说法，不断的这个点评之外啊，怎么样？今天这样看够了吗？这个鲜肉的部分补足了哈。我觉得看得还蛮够的。够了哈，我就可以忍我老公一个月。因为够了的话，我们接下来就要麻烦特别来到现场这么多的媒体朋友们，我们准备要来进行联访了。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。